台湾这边的这个调解人嘛，理解也是。这个我是来参加科学的会议。多长时间没有到大陆来了？四年。这次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的很不错。这个像清华大学焕然一新。您觉得两岸之间这个在学术交流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多加强一些？我想现在做的怎么样？ 我想一直在改善，是很不错，最近。那上午是不是见了李兰清先生？没有，我们不谈了啊。